啊，我今天的炊き込みご飯香喷喷的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美。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次使用 Ika 乌贼来做很好吃的日式料理。Ika 的享用方式很多，烧烤、拌炒还是炸的，都有各式各样的美味。这次我选了炊き込みご飯，炊飯的方式享用，腌过的食材装在米上面煮，加热中从乌贼的umami溢出来被米吸收，白饭每粒就有满满的海鲜风味。另外我有搭配秋天的美食地瓜，还有菇类来做超级好喝的汤，这些组合当寒冷的早餐也很适合，做法都很简单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做。
OK， 这样子做有非常香喷喷好吃的いかの炊き込みご飯完成啦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啦！哦，今天的炊き込みご飯超级超级香，香喷喷的，我就一直闻到イカ的香味，哇、哦，真是很香哦！好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い。这个中卷非常的嫩，它直接加热的时间不是很久，没有直接碰到那个锅子下面的，所以利用那个米上面的水蒸气来慢慢加热起来，咬起来就还是可以享受非常嫩的。因为先做腌的步骤，所以很入味，然后在煮时候从这个中卷出来它的这个umami，然后到下面米就都吸收起来，所以饭的那边也是有很多很多海鲜风味，吃到那个下面的锅巴的部位，它真的很香。我来喝喝看这次的味噌汁，加入了秋天的美食，这个地瓜的颜色蛮漂亮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超级疗愈，像这一种汤真的可以享受这个季节的变化，去买食材时候就先看当季的食材来做这个味噌汤，真的很好喝的。好了，这次介绍的料理也非常的简单，所以这次我是用乌贼嘛，那如果你要做更丰盛，你要加入其他海鲜类，像是虾子还是干贝也可以哦，一样先所有的海鲜先腌起来，然后你开始焖时候才把那个海鲜放上去的，不要太早加进去哦。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是，像做这种炊饭时候，生的米跟食材不要混在一起煮，这样的话米没办法均匀的样子加热起来的。开始滚时候把那个食材放在上面，然后盖起来继续加热，最后熄火之前稍微弄大火，锅子里面的温度稍微升高一点，伸长这个锅巴的部位。还有这一次介绍的汤，这次我是用黄色的地瓜橘色的也可以哦，但是它的水分比较多的，所以加热时间太久的话比较容易碎掉，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看一下，你要切成大一点，还有加热的时间也不要太久的。反正你看到什么当季的食材来做味噌汤是非常好喝，希望大家享受秋の美食，谢谢。